来来来，这是台湾，这个并肩台湾，这是台湾。我们台湾现在是有网络流氓，这些网络流氓呢，我怀疑有一部分是这个蔡政府豢养出来的，所以去年他先去打赖清德，因为党内初选嘛，先把赖清德修理一顿，然后接着去打韩国瑜，然后去打谭德赛，去打李梅珍，那现在没东西打就打拜登啊，就一路这样搞哈，所以我非常怀疑在绿媒哈，观众朋友要提亮绿媒，因为绿媒不能谈莱猪，莱猪谈不下去。熊凹凹凹熊熊啊，他谈不下去，他也不能谈疫苗，疫苗我们跟东洋的3000万剂已经不见了，他不能谈，好，所以蔡政府绕苦也打击他没办法谈，然后国民党没什么东西给他打，他就跑去打这个美国哈。其实他是收钱的，如果你收的钱出卖你的灵魂，说我去当网军，那我当你是过日，像杨慧茹啦、蔡福敏啊这种拿钱办事的我就算了。那我们台湾有些网友是很可怜的，他是真的是很投入。可是他没有钱可以领啊，他每天到处去留言，到各个粉专去点火什么的，我们直播聊天室他也跑一段什么，但你没有钱拿、啊、没有人付钱给你，你根本不叫1450。情绪发泄，情绪对啊，你干这个网络流氓很憋你知道吗？可是这些人已经被齁、哦、文杰兄我很抱歉啦、啊、已经被蔡政府这样一路打选战起来，他已经扬起了一批。说话说话的。你听到这个飞机这个的声音，你会不会紧张哦？超紧张的有31%，有点紧张的有24.9%，那完全不紧张大概有40%啊、嗯，但是很紧张大概有50%，也就是说大概紧张的人紧张还是比较多啦。当然就是说，一般民众当然还是希望能够过安稳的生活，我们谁都不希望战争。可是问题是，台湾到底做了什么？台湾有任何挑衅或是这个求战的动作吗？其实我们也没有。台湾现在不管你在防疫、在国际上的地位等等，相较于过去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。而且台湾没有做错什么，到底谁是麻烦制造者，是谁制造的？我试问说，台湾到现在到底做了什么破坏两岸和平的事吗？攻击目标就是组成诈骗集团，继续骗哦。一直骗，一路骗啊，一起骗，独骗骗，不如众骗骗。不要怕，你选的
你很有种，你快上，不要害怕，孩子，别害怕。好，来，我想哈，保护台湾最好的方法哈，干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叫美国来吧。啊，叫美国来啊，赶快！我要当你的51招52招，我跟你打赌，我跟你保证，美国还不要了。不要讲建交啦，你说我变成你的51招，好不好？我相信他很多民党支持者可能说好，跟美国站在一起，好，被美国统一战。我告诉你，美国还不要了，人家根本不要了。你想太多了。其实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军购拿钱太慢了啦，太少了啦。赶快派点军人去，多收点保护费。就这样，我们做错什么事吗？有吗？民进党政府有做什么事吗？如果没有，为什么要紧张？说网络上有那么多人都很害怕，我相信这么多害怕的人应该蛮多是支持蔡英文的。不用害怕，因为这个政府是你选的，他很有种，你也要很有种。不要害怕，因为是你选的，你选的。我再说一次齁。